Hello， 大家好，我是冠。考试终于考完啦！啊，滚啊 ！OK， 各位观众，冇错，2023年。Wow，OK， 冇错，各位观众，闭嘴。OK， 冇错，各位观众，今日系1月2日，冇错，欢迎嚟到2023年果仁 Room Tour 括号废墟版。自从我嚟咗英国之后咧，我都好少拍片。上面新一年新嘅开始，分享一下我嘅房间到底系点嘅样。我知好多人都好好奇英国嘅房间到底系点样，系咪好大嘅咧？系咪皇宫摆满晒金条喺度？然后呢度有两架车房嘅林宝坚尼喺度嘅咧？咁所以咧，我今日再拍翻一个2023年嘅果仁 Room Tour 版，顺便可以同我喺香港嘅屋企我嘅旧家对比一下。Room Tour 两年过去，究竟呢个房间到底有咩唔同呢？好，而家我哋开始嚟 ，Go。我嘅房间啊，各位观众，废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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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片灯，废墟。我系各位观众，呢个就系我嘅废墟房间啊。其实你点解成日都见我呢度噶？呢个就系我成日喺度直播拍片发癫嘅地方，做红豆浆发癫嘅地方都系喺呢一度。OK， 首先介绍一下，呢一个系呢个嘅一号拍片灯，大家见到我呢个嘅灯光，所以用嚟照光。然后后面一个纸巾。电动的纸巾，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室，平时所有的剪片啊、直播啊、音乐啊，所有就是在这个工作台那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首先呢有个地毡，那这个地毡其实是新买的，那就是最近这两天先到的，所以新嘢 OK。可以看到这个相机 YouTuber 必备 OK。目前我现在是用手机拍的，但是相机就在这里，所以我有时呢拍片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相机。我的灯，直播用的灯，那大家之后的直播应该都很常见到我这一张灯的。OK， 各位观众，这里就是我平时剪片、吃东西、看片、整音乐、直播的地方。可以看到我的电脑荧幕，这个是新的 4K LG 荧幕，这个是我的键盘，红烛的键盘，好用，建议大家买。Elmaga Sensei， 这个是我的 Bruetti 麦克风，平时我的直播都会用这一支麦克风的。然后这里有一部 Mac， 平时我剪片就是用这部 Mac 的，我现在开给大家看。哇，是剪片啊！我之前剪的片全部都在这里嘅，伦敦 floor 嘅各位，但系素材已经俾我跌咗。OK， 总之呢一部就是我的剪片用的 MacBook 啦。咁我平时开直播同埋打机是不会用呢部 Mac 嘅 ，OK， 我系会用呢一部嘟嘟第二部的 PC。OK， 呢一部就是我平时直播打机用的 PC。呢部是我新整的 PC， 在两年前呢部机并不存在，是一只我的梦想的机。如今两年后，我终于有能力将部机做起来啦。RTX。这个可以转灯的，平时我就在这里用我的 PC 直播和打机，然后就会用这个的 webcam。 这个 webcam 就是我平时用来整碟的 webcam。 是就是这样， PC Mac， 然后我的 Bruetti 麦克风，这个我的 Sony 耳机，这个 Sony 耳机大概我是花了300元港币左右，30元。大家看到我这里插着我的耳机，不过在这边非常 pro。 OK， 大家看后面，哇，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电脑台后面的线，大家看到我所有的线都藏在这边。是大概就是这样啦，这个电脑台是非常好。OK， 然后这边，这边是废墟，这个是今天我直播的时候吃的汉堡。这个是我的伦敦旅行买的杯，这个是一个变色杯，就是装它装热水的时候它就可以变彩虹色。但现在我不是装热水，这里应该会有一个镜头和黐线，刚刚喝的甘蔗汁。工商时间，我的 AirPod， 我的软唇膏，我的螺丝夹，我的麦芒布，我的镜头盖，我的 hard disk 1TB。 然后这个大家看到我的 figure 啦，这一只 figure 呢就是又是我在伦敦旅行的时候买的，大家可以看我伦敦这边第一集 OK 啊，等佢。然后这个是我的 3.5mm 的音源延长线，这都是我平时我放散支的地方啦，英镑。我的太阳针啦，因为我前排就病了，所以这个太阳针呢我就放在这里用来太面用的。这个我的喉糖是病了的时候喉咙痛，这些就是我平常用的物品啦，根本上不做得拆开，都是螺丝批、铰剪和一堆药物和垃圾放在这里。我在这个隔离啦，这个呢是我的 GoPro 的盒，我用这部的 GoPro 和我部相机一起来拍片用的。所以我之后如果出街拍外景呢，就会用这部的 GoPro。然后可能内景的时候呢，就会用这部的相机。
圣诞卡仲喺呢度 ，Oh my god！ 你知唔知我画咗圣诞卡？我今年嘅圣诞节我系有画圣诞卡，但我圣诞卡仲未写嘢，然之后仲未俾咗啦。有时间我都会识画下画嘅，系唔错。然后呢个系我嘅剪片嘅学妹画俾我嘅画咯，我剪片学妹画俾我嘅画，我哋都有一齐直播过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就系呢一个直播，我本身系谂住话教佢剪片同埋去经营佢嘅 YouTube channel， 我教佢，然之后我做佢师傅咯。但系好似过咗咁耐，我仲未教佢咯。咁如果之后佢拍片嘅话，大家去订佢 channel 啦。总之呢一张台大概就系咁样啦，非常之乱嘅工作台啊。因为非常用电脑 ，OK 下边系咁呢一度咧就系我所有任何设备，包括我嘅手机、电话、电脑、Apple Watch、AirPod、相机、GoPro 电，所有任何用嘅嘢都系全部喺呢一个嘅插槽嘅。多谢各位。系初音海报又跌咗啦，我又执翻个初音海报先。啊，不过真掉了，一掉一剪人。好啦，呢一个我先唔理啦，呢一个先放呢边啊，多谢。OK， 然后到呢一边，我嘅垃圾桶啦，我所有嘅垃圾都会放喺度啦。然后大家见到纸巾。香蕉皮是台北香蕉皮300万房子，唉，好笑真系。我嘅旁边呢一部有暖风机啦，因为而家英国系呢个嘅摄氏四温，咁所以我有时好冻，咁所以我就要一部暖风机。呢个就系博住我嘅拖牌噶，咁所以点解有咁多插槽，其实都系呢个拖牌嘅。呢一个系我嘅叉 Go Pro 用嘅，大概就系咁样啦。我呢一个嘅电脑台。但对比我啱啱睇翻两年前我喺屋企住嘅环境，呢度已经好过我喺香港嘅房间已经非常之多啦。因为我喺英国我系有自己独立嘅房间，而我喺香港嘅时候我系同我细佬一齐住嘅。咁我而家喺英国，咁我就自己独立一间房啦。咁我细佬就喺我隔篱啦。咁所以可能整体会比较干净啦。咁但系都系好乱啦。OK， 大概就系咁样。多谢。呢一个系我嘅衣柜，系就系普通嘅衣柜啦，其实都唔使睇，入面就系衫咯，咁所以冇咩睇嘅。OK， 咁呢一度啦，首先呢一个系我摆一堆线嘅地方啦，咁大家我打开佢。系呢度根本就系垃圾嚟，我想讲。我嘅旧机箱，我唔知点解我有个电脑机箱会放咗喺度噶啦。OK， 噔噔噔噔噔噔噔 ，B 系我嘅 DVD 机，我唔知点解我嘅 DVD 机会放喺度，明明我嘅 DVD 机应该系放呢度。i3 处理器嘅位 ，i3-12100F。OK， 总之呢度就系喺我门隔篱，就系放一啲有关电脑嘅嘢啦。OK， 到隔篱呢度，呢度系可以直接行埋呢一度啦。首先有个风筒啦，呢一个系我嘅相机袋，我嘅主机板嘅盒啦，我唔知我放咗呢度。呢度有支吉他，但系其实我系唔识弹吉他嘅，不过我唔知点解我间房放咗支吉他喺度咧。哇，我发现我间房真系乜嘢都有。我一证明俾你睇咧，我就攞一次出嚟弹。哇！Okay， 然后隔篱有呢一张台仔啦，然后呢一度就系我嘅床嘅空隙啦，咁就系呢一度。咁呢度其实冇咩好睇嘅，呢度有啲垃圾喺度咯。有一个 i5 处理器，我嘅灯咯，大家睇住，哇，识发光嘅个位。Bakura Mini， 我嘅书啦，然后啲纸张啦，下面系放垃圾噶啦。喂 ，What the is this？ M&S 嘅番茄味薯片，多谢各位。喂，呢度大概就咁样啦，基本上都冇咩好睇。然后呢一个系我嘅瞓觉嘅床，下面呢两个柜咧充满咗一堆垃圾 ，RTX 2060嘅盒，一堆垃圾 ，Steam Ice Max。隔篱嗰个柜系我一堆我所有嘅插电线同埋所有嘅线全部都会放晒喺呢边，我手机 DVD 一只。OK， 各位观众，总之呢度就系我嘅房啦。希望各位中意。咁大家其實可能之前呢一年已經見過我呢間房好多次啦，咁亦都搬咗嚟呢度英國住已經好耐啦，已經一年幾啦。咁但係其實我仲未正式出一個 room tour 嚟介紹下英國間房啊，同埋俾大家了解一下英國嘅房到底大唔大同埋點嘅。咁講真啦，其實你覺得我話英國間房大唔大咧？其實我係覺得一般嘅。咁可能真係大香港少少，但係真係得個啲啲咁多，唔係話真係大家想象中講到話咁大咯，我就會覺得係咁。俾大家睇下整體嘅大細，大概都係。咁样嘅啫，可以融入到一张双人床同埋我嘅电脑台啦。系 ，OK， 咁各位观众，2023年我终于拍翻片啦。咁呢一个就系送俾大家2023年嘅第一条片。接下来大家睇下我嘅片同埋直播，应该都会好常见到我呢一间房出现。OK， 咁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个嘅 room tour， 同埋2023年我真系要拍片。OK， 我真系要拍片。咁啊，请大家多多指教，各位多谢。2023年多谢各位，拜拜。